18身为最先进的科技先驱，提供人类最美好的生活。如今的量子科技已经可以应用到分子领域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生命更可贵。以后呢，在婚姻中将不会感到厌倦或麻痹，永远保持在那最美好的一刻。抛弃身体，超越物质吧。小坤，快过来啊！